面上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这样一整盒，有白带鱼、鱼丸、小卷等海鲜，搭配起来只需要一张100元钞票就可以买到哦。那么这价钱呢，怎么这么佛心啊？实际询问老板则说，因为这样比较好找钱。带听一段现场访问。一整份量分量的叫你这样吗？是台湾的，是哦，啊，谁人要订这一包啦，老弟？一包。谁人要订这个计数？安尼较好食走啊，俗个大碗。啊，你从哪买的？我屏东。啊，之前有买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啊。哦，看网络。好，那么这地点呢，就在屏东的东港。那么老板经营3-4个年头，炸物都是像这样哦，用一个便当盒装好装满，通通只要100元。不少游客到现场呢，都会来带上几盒，一起来搭配饭汤来吃。那么有民众呢，在网络分享这样的宝藏店家，也引发网友的讨论，只是说这根本是赔钱在做生意吧，算是薄利多销的概念。那么更说啊，晚上看到根本太邪恶，没办法睡。